富里乡最大的阿美族部落是吉拉米代，位在丰南村，村内将近有70%人口都是阿美族人。他举办了今年度的丰年祭活动，各村村长和部落头目都到场共襄盛举，齐聚部落度过这个集结了欢乐歌舞文化的祭典活动。富里乡最大的阿美族部落是吉拉米代，位在丰南村，村内将近有70%人口是阿美族人。各村村长以及各部落的头目都到场共襄盛举，齐聚部落度过欢乐歌舞文化的祭典活动。每年丰年祭中，借歌舞展示族人的精湛舞技以及歌喉，连着几天的盛宴，将部落先祖流传下来的祭典、男子年龄、阶级组织、祭祀祖灵、捕鱼祭以及情人之夜等，都一一传承下去。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啊，来到我们自己的家乡、自己的土地上面、自己的家里面，把我们一代一代的文化的那个传承。接下来，富里乡还有姆拉定、公普以及安住与巴族耶等部落丰年祭即将陆续热闹登场。富里乡邀请大家一同感受富里乡的之美，享受部落的热情跟活力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